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英雄职场视频道。今天是我们桌游周的最后一天啊，礼拜五最后一天。那我们今天要玩的什么呢？好是我们的大海贼的秘宝哦，这完全不用翻译哦，上面就算是什么？大海贼的秘宝。没有啊，那是心动吧？大海贼的秘宝。哇，那这次的桌游呢，是由我们的五十高赞助播出。好的，那我们马上就来开始吧。那这个游戏的话呢，它的名字叫做《大海贼的秘宝》。那它基本上呢，会有一些分数的指定啊，就是一点、两点、三点、四点，然后必须要按照它的分数下去。然后这个有点像电流狙击棒，就是它会有震动的话，反正就是有震动的话就会吵到它，然后吵到它它就不爽，然后就会趴下腰。对，一对没送，直接开始吧。不。最后。第二，那我现在就是拿一分的啦，对不对？对，拿一分的。宝石，宝石在哪里？对。你不要故意震动它。还没，现在各位观众，现在还没。你要拿那个，这个。你那个好像有点远。七二三。我们现在会没有用假的，用烤的，脆的，烤假包。然后看你们，看我，也是要拿起来啊？要拿起来吗？自己的分数吧。哦，好，接下来是枪刀跟那个酒瓶，那拿这个就好了。超难假，超级的。下一个，刀或枪。有点蛮粗鲁的。啊！他输了嘛？那我们两个谁赢？我赢。啊！我赢了。好，再玩一次。好的，接下来进行我们的 round two。简单模式啊，剪刀石头布，石头布，布。你干嘛？你输了。布。好，还是一样顺序啊。那宝石、金币跟那个指南针，冲啊喂啊！打开了，要震动它。打开了，有了，下一位，我先激怒他一下。现在是钱跟指南针。下一位，哦，一年。下一位，这个从中间取，其实可以啊，可是那反而难度高哎。对，从中间拿反而难度高。好，进入第三阶段，虎宝箱跟金币。哦，耶！第三阶段达成。夹不起来，你快输了。你们刚刚到底是什么假的？无聊啊。哦，好，下一位。怎么样？完全可以破关，不是问题耶。啊！好的，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礼拜五的桌游《大海贼秘宝》。那如果想要购买这款游戏的话呢，
我会附网址在以下的说明栏，去看一下。好啦，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的桌游之后的全部的内容啦。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？那这个系列呢是由五四购来赞助提供，对，你们可以去以下说明栏看他们网址哦，他们有卖很多的代购商品哦，所以有什么日本商品想要买的话呢，可以去他们网站看一下。Yes， 台湾没有的，台湾没有的都可以有哦。哎，好的，那以上呢这礼拜呢就是这样子啊，结束啦。哎，那陪我们一起玩的呢是我们的欧巴孙希，耶、yeah ，问头吗？这个呢？哇，等一下会坏掉。好，就这样子啊 ，See you。